天天呐、啊，看着人世间，天天呐、啊，所看到的，耳朵听的，都是呢，叙说人间苦难，所以一直在感受到佛陀啊，他看见人间苦，体会到无常，他立志出家，所以呢，他出家了，完全放下他的名位，他的名，他的地位，他的利益，豪华的生活，都是呢，转一念间，完全呢，放弃了，他投入了，在这样人间道路，去体会，在这样的境界里呢，看人间境界，听人间声音，他不断的去体会苦啊苦，而且无常啊，变化在瞬间，所以呢，叫做人生无常。苦难偏多，这就是佛陀他所体悟到的。但是众生啊，沉迷在贪欲、贪名位，他要做一位呢人间典范，所以啊，他就先把名位放弃掉，投入人间，好好的理解人间色所看得到的形形色色，去分析，去体悟，那跳脱出来了，所以呢，他会看见呐、啊，看见人间的确啦、啊，这种众生沉迷，被这个欲啦、啊、物欲所淹没了，如何救拔？唯有要一个方向，宗旨的教义。所以说来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佛陀的教义，我们呢要去深入了精神，我们的精神理念叫做菩萨化。菩萨呢是觉悟有情，都是呢从凡夫啊学道，从道中呢体会道理，道理叫做真谛，真谛。我们呢，在从不知道累生累劫啦，就是长时间，唔知偌久归世人的意境，我们就已经呢糊里糊涂啦，总是在受业。造业，造业在受业，所以不断在
六道轮回，实在是很深的沉默了。那我们呢，真很有幸啊，不在归世以前啊，来生世以前就已经有福造福了，都有血接触到佛法。我们呢，在学佛学法，只是我们都没有贴我，就如你我一样。现在我们假如呢，与佛无缘呐，听到佛法的机会都没有。我们现在听到佛法，心起欢喜，接受佛法，同时呢，发心学佛，同时呢，更发心要力行菩萨道。菩萨道，它就是讲度人间，看见人间苦难，见苦才能知福。这一条道路是我们发心立愿要去身体力行的一条康庄大道。我们开始要把路开大了，小路变成了大道。我们还要不只是要制度，还要去度人。所以呢，路从自己的内心还没有发现菩萨道之前，等于呢懵懂人生。现在啦，开始已知道人间，在人间的生活迷失自己方向很多。现在有因缘呐，跟佛有缘，闻法欢喜，发心立愿要走进来。你要先去看看人间的实相。人间人口不断不断的膨胀，人口快80亿，但是呢，牲口动物是800多亿咯。养了这么多的动物，污染了空气，人的呼吸都已经污染了，还多了这么多的动物呢，污染了，是人的鬼霸鬼，因为他天天要供应，所以要多少土地来养他，为了要畜牧，畜牧业要扩张了，就要森林。总是呢，息息相关的轮回，都是为了这一张口，造了许多的业，所以业力呢，已经呢，慢慢呢，已经呢，紧迫，催得紧呐，所以会灾难偏多，不只是呢。地水火风，还会有瘟疫，这一波就是瘟疫。所以各位菩萨，我们要认知觉悟，佛法呢是要引导咱走入觉悟之道。过去啦，无明的那一种意念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提出了爱心、
花心立业，人人行在菩萨道上，再接再厉，彼此和和互协，菩萨团队啦，精神理念不能偏差。这就是简单呐、啊，向大家说的。但是还有机会要时时听闻法，这每一天的人间菩提，大家要听好了解哈、哦。呵，啊，了解的祝福大家人，那走入佛法啦，要走入角度，切莫再迷茫哈、哦。祝福大家平安，那精进福慧双修。